刚入市上面啊，你们看到的啊，平均海拔高度啊，就这个山丘啊，都在6000米左右。上面哈、啊、是光秃秃的，从阿里，我们马上就进入阿里了啊。这边啊，修了么20-30公里吧，我们要到达那个建湖这个地方。到了之后，我们要打个卡。是一天葬，那要对死者啊进行尊重。那这个村子里面的人，在这一个星期之内也不能结婚、办喜事，一定要对死者哈起一个尊重的哈这个作用。那停尸2-3天，寺庙的僧人也会来到这个家里面述诵经文，这个主要是以往生经，也就是我们的往生咒。啊，为主啊，因为往生咒为主。还有一个，除了往生咒以外哈，给大家讲，一般哪念的有哈超度亡灵经啊，这个跟往生咒哈还有点不太一样啊，一个是牛车运到天葬台，天葬台不是很高的地方，但是一定是向阳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不久才能够看见，当我们的尸体啊运到天葬台，他又看了一次，但是主人没拍的照片。那这个时候，我给大家看一看。前面是工资错，面积70平方公里，海拔高。
家哪工作错，算大家左边，但是啊，你不用进去。好的，好的。所以呢，这些啊，那个野驴，他们呢、啊、能够栖息的这个地方，你看又前方这个地方，但是现在没有看到张远，像岩羊啊、盘羊啊，我们在后面几天当中啊看到的比较多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普兰警队了啊。两个多小时哈，是最金黄的季节，也就是最好的时间段，就是这段时间拍照的话，怎么拍都是一些大片。你们也看一看左上面那个雪山哈，就是南木拉力峰，现在在云层当中。因为是很著名的圣湖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是。哎，对，这个就是甘蔗果，有很多专门拿回来做什么呢？就是拿来做那个药，做那个药。这是什么？是那个藏药。这个里面的淡水鱼、啊。就湖里面的淡水鱼啊，明天我们能够看到的，它是甘蔗的哈。这个就是野生的哈，真的，因为这个是淡水湖嘛。那为什么？那就
平前方。你看，那个太阳要下山了，你看那个云，看得好漂亮，非常美。都住住到这个地方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转神山，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出来。这句话真不假，看到我们右侧面，你看。